天下，我要九十九。万箭齐发，星光熠熠，雄狮百万，决胜千里。拒绝村口斗殴，让你的每一场战役都能感受到领导千万人参战的紧张刺激，让历史级别的大片也能掌握在你手里，让你的齐抗二拥有全面战争的人数规模，夜之城的灯火通明。今天战战给大家推荐了这四款 MOD， 在国内外下载量都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。希望喜欢本期视频的棋友多多点赞与转发哦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千人战场是众多棋友一直追寻的目标之一，游戏本体两边至多500人的系统限制似乎成为了提升战场人数的一大桎梏。战场人数修改 MOD 成功打破了这一束缚，作者将游戏中的战场人数限制提升至了2040人，只需要在配置文件中输入对应人数，在游戏设置中将人数拉至最大，浩浩荡荡的部队将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夜晚太暗，没有代入感，无需犯愁，完美火箭将会帮助你完美解决这一问题。无论你是士兵还是领主，只要你在游戏中展开对战的时间是夜晚，只要你拥有远程部队，士兵手中的普通剑士都会摇身一变，成为箭头上带着熊熊烈火的火焰剑。每一发利剑的射出是索命的无常鬼，也是照亮夜晚的光。夜战火把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火箭的孪生兄弟。如果说完美火箭是射手的独家绝技，那么夜战火把便是步兵兄弟的看家本领。一手持火把，一手持武器，你的步兵将会是这个夜晚最亮的仔。众所周知，齐抗二在正式版发布后便加入了旗帜和旗手系统，而这款战场举旗 MOD 可以称得上是旗手系统的威力加强版。一方面我们能够拥有更多数量的旗手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让旗手把旗帜背在身后，督促他们更好地参与战斗。鼓声惊雷，旌旗飘扬，将士披甲，纵横沙场。当你同时集齐了以上四个 MOD， 搭配使用上战战之前推荐的 RTS 自由视角，你将能够得到足以燃爆全场的画面。以上仅为部分内容介绍，详细内容可以前往齐抗中文站网站首页进行查看。齐抗中文站所有的 MOD 都是完全免费的，如果你想即刻游玩到这几款 MOD， 可以直接下载齐抗中文站 MOD 管理器，在管理器页面依次搜索战场人数修改、完美火箭、夜战火把、战场举旗，便可进行一键下载与安装，既简单又非常便捷。也可以到齐抗中文站下载中心搜索四个 MOD 对应的名称，免费进行下载，按照上述步骤安装即可进入游戏。天哪，夏季大促齐抗二打骨折了，全程实地长达28天，标准版仅售116元，豪华版仅售136元，数字伙伴仅售22元，折扣时间为2024年6月17日12点至7月14日24点。需要购买的棋友可以直接前往齐抗中文站网站首页，点击上方横幅前往购买哦。心动不如行动，还没入手的棋友这一次真的不能错过啦。Thank you.